水乳真的很好用。我告诉大家，刘太好用，它一年四季，不管你今天是从北到南，你去基隆玩，去垦丁玩，这一瓶你一定要带，基础保湿。然后如果今天好，如果我今天到一个荒岛上面，我只能带一瓶保湿，我会选择它，因为它可以厚敷。对，然后它厚敷还不长痘，它比刚刚那个美白的再更滋润一点点，对，一点点而已哦，水润一 点，对，然后再厚重一点点，也是一点点而已哦，它就是万用，它是混合性肌肤也适用，然后如果你现在是稍微微过敏的也很适用，它不会起屑，不会起屑，不会起屑。它真的是一年四季啊都可以用，然后像我自己最近因为肌肤如果比较不稳定的话，我就会希望它的成分相对更简单，做到很基础的保湿就好了，因为你的肌肤跟你的整体状况情绪如果都是处于在波动的状态，你想啊，你自己本人已经不想要承受太多无微不微的东西了，对，相对你的肌肤其实也是，对，所以我反而会在状况比较不稳的时候会使用成分越简单的东西。